啊，你给你的好闺蜜宝宝也给加上吧。你说啥呀？俺是闺蜜，你说啥呀？我是谁不重要。啊。重要的是我要加入。加入先交团费。多少？一块。一块？我的预算是一块。一块不用。一块不够，你不能入团。十块。你去吧，叫他跟你去吧，咱那几个姑姑。你搁家待着，听奶奶的话。姑回来给你烧好吃的，啊。你搁奶奶搁家听奶奶的话。你不啥，就搁奶奶搁家啊。奶奶又该走了。奶奶又上正中了。跟你去吧。要不奶奶都该上正中了哈。你别跟着姑姑了。去，要不奶奶走了。你别跟着我了哈。今天是不是要跟你的好闺蜜一块去玩儿啊？是的。我想去。你不去，你跟恁妹搁家哈。今儿下着雨嘞，不冷。我就去。你上哪去？不能去。你搁家好好的待着哈。我不走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。你我到下午我都回来了。知道。我到下午回来。我知道啊。那你不是撵我走的吗？嗯。你不是撵我走的吗？昨天你不都撵我走的吗？我要跟你一块走，我要跟你一块走。下一次等天好了，我带着你去。你看这下着雨，淋你了咋弄？小孩淋了不长个。我有帽子。你有帽子咋？你搁家和妹妹搁家哈。啊！Later。那奶奶该走了，我一走，奶奶都上郑州了。刘佳琪给他看看。刘佳琪是小姨嘞，刘佳琪套你嘞。奶奶走了，你看俺咱大姑给奶奶打电话去。为什么办他不走了？我要相信奶奶。你相信奶奶干啥呀？哎呀，你别跟着我去啊，刘母亲，跟着我上家。我就跟着你去。那你作业咋弄？你是我姑姑的，我不跟你算，我不跟你去啥。你作业咋弄？明天。拿俩皮筋儿去吧，去，拿俩口罩走。你洗脸没？洗了。Ha ha ha!